辅助自己就可动手做。哎，等一下，可是我发现很奇怪的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啊？在我的解读，它叫反正都有。哦。他带在身上嘛，比如说我这样放比较名片，哎，那个皮夹、啊，就是钱放在一起，对对对，反正都有钱，所以你还不能跟账单放在一起。民间流传的招财秘法为过年习俗，但却没有几个人能做得到，究竟是什么呢？我先包个哎。哦，就那个过年的时候，对，然后我们要把全部往内扫，扫进来，把钱财全部带进来，有这样吗？嗯，就象征这样财富扫到往里面扫进来。哎，我们还做对了，对不对？对对对对。我们第一次看过，第一次看到，厉害吧？是的，今天又来看办公室风水啦，摆放仙人掌防小人，让大家都知道你在想什么吗？还有更隐秘的化解方式，待会老师告诉你。小竹板不简单，今天风水来到大大有名的上山老师家，小竹板真不简单，不信你看佩珍怎么玩。哎哎，扁担坑，板凳床，扁担墙摆在板凳上，板凳不想扁担床在板凳上，扁担偏偏想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想扁担绑在那板凳上，到底是扁担坑还是板凳床？哇，好棒哦！哎，蛮厉害的耶，你有变顺的耶？有吗？有啊有啊，但我还是比较慢，我自己因为自己作弊嘛，而且你一开始前面，哎。哎，什么鬼啊？在找标啊！哦，这个真的不加上那个响板，然后再要配合那个 tempo 讲话，完全就是好像有点对对对对，自己有点那种。但是老师今天这样再拿这个，感觉很专业。对，老师你可以用这个叫什么？讲风水啊，讲主板，主板讲风水。可以啊，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开始好了。最近吗？我们可是你知道到国宝级的老师家里，真的吗？办公室跟教室，那我不敢献丑了。没有，你就在看我们进去之前，你赶快先在这边用主板讲一下风水啊。对啊，对不对？朱雀，朱雀霍玄武，龙又白虎，什么鬼？算了，算了，对啊，像国家。超顺的，对不对？吴兆南大师自1949年跟随国军来台，创办了吴兆南相声剧艺社，在两岸的相声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举凡线上知名的人物，侯冠群、郎祖筠、樊光耀、刘增侃、刘尔金等人，都是他的徒弟。而大师年事已高，不客前来。到底今天来迎接我们的弟子会是谁呢？没错，就是赫赫有名的吴兆南大师。对，他近年收了不少徒弟了。今年呢，来这个他们的工作室，就是他们徒弟要来 A 秀一番。那不是你这样打，这样真的是现抽，别打翻了。哎，果然不太一样哦。哎呦，好巧啊！因为我也是吴兆南大师的弟子之一啊。哦，你可以就是买上牛肉干而已。喂，我们现在就帮忙装箱，来来来，欢迎欢迎。好了，牛肉干装箱。哎，还有天宇，我们都在节目上非常好的表现了。两位还有那个谢元廷老师的光临寒舍，所以这边就基本上就是你们平常练习跟彩排的地方。对对对，刚才他们在外面有献了一点丑，有外面都有献了点丑。到底这个该要怎么用，然后要怎么说呢？该要怎么用？怎么用？要请我们团长出来会比较好。团长，这个我知道嘛，你就是抹一点油，放一点饭在上面，然后这样盖起来就烤嘛。饭，你说煮饭？煮饭。不是啦，就是抹一点那个棉絮蛋糊啊。刮痧，刮痧用刮痧。了没有啦，欢迎团长，欢迎团长，欢迎团长，团长的板子，自备家。吴兆南相声剧艺社的现任团长就是刘增侃，他是我的师哥。团长你好，我们师妹里面排行老四，老四。哎呦，哇，团长，那这个到底要怎么正式用？哎，他是放这个，他用手腕。这个应该它是一道具嘛，真的。所以也很好用，骨折的时候也是可以固定。用力点不折，它就折了，对不对？就是它真的
一般的打法，很多菜碟了，你看一下哈。真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商量一下，我们也合作那么多了，我们前面那段就剪掉了。好厉害哟、哦！通常只有两个放在包包里才会有这个效果。哈哈哈哈哈！别打开再说。那说啊，因为刚刚真的是太丢脸，随便讲两句。小郑佩珍为了节目献丑啦，这种专门的艺术还是交给内行的来。马上有请刘增凯老师带来一段精彩的相声表演。打出板儿进阶来，进阶两下好买卖，也有买的也有卖，各样的幌自己招牌，这个新招牌零招牌里里外外挂起来，这二年的我没来，你说掌柜的发了财，掌柜的发财我沾光，你吃了饺子我喝汤，一般就这些。哎呀，很有天赋，然后口齿要非常清晰。重点是大家很期待，因为这次有人是那个《甄嬛传》很受欢迎，对对对，《甄嬛传》《甄嬛传》《甄嬛传》，甄嬛传觉得好台湾国语啊，《甄嬛传》是新的《甄嬛传》，对对对，《甄嬛传》是吴兆南大师90岁大寿的大作，所以这次是相声，包括京剧，包括舞龙舞，没有没有舞龙啊，包括舞龙舞狮舞狮团，对对，还有古装喜剧，对古装喜剧，可以说是传统艺术懒人包，让你一次就可以满足了。而且今天吴兆南大师还会自己亲自飞回来，当然当然，对对，这次比较特别，我师傅这次不是说相声，唱的叫单弦儿，插脚鼓，他应该特别一点是唱一些歌舞啊。真的，其实在美国还是有过，对，其实他真的跳过，他跳过 Michael Jackson， 真的假的？真的真的真的，哇！那你这次这么大的一个剧，一定要好好帮你们看一下这个。对对对，看到你票房会不会卖满啊？会不会一杯卖一杯？对啊，所有的子弟兵都集合了，还有郎姐，对对对，还有郎姐，还有樊光耀老师。今天有什么样的状况，你也不能怪我们，因为毕竟你印了那么多的海报，就没有贴出去。不是，你知道吗？他镜头其实也没有要拿出去。对啊，还没贴完，对，剩下3/1了。对，哦，对对对，哇，蛮多的耶。要来段相声吗？没有，因为今天真的就是来到这个赵南他是这个剧团，希望哈我们能够帮助他，帮他们把这个风水上面做得更好，让我们的这个票呢也卖得这更好喽。对啦，哎，老师，那他们就毕竟还是工作室嘛，因为他们会在这里排练，都需要用镜子啊。对对对对。那如果你以一般我们家里的风水来看的话，他进来不就已经哦？对啊，镜子是对门。哦，一般来说，因为镜子对门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因为镜子代表什么？在风水上面代表我们的嘴巴，所以代表说我们一般可能隐藏的这个镜子里头反射出另外一张这个嘴巴嘛哈。当两个嘴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象征这个所谓的斗口煞。比如一般来说，有时候会有一些事情，哪怕说你也很会讲，他也很会讲，那很容易就有时候就斗上了。相声本来就是两个要斗来斗去的。那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如果在表演上面来说，那个是很棒的。可是万一真的不小心，私底下大家对对对对对，有时候想法，兄弟敢吃，兄弟敢没有合作，对，没有啊。那你们私底下，我们这个是住家跟办公室又是工作室，对对对对，全部混合在一起的，也是一样吗？也是一样，因为我们首先第一个刚才讲说，在进来之前其实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你说他外面那个吗？对对对对对，我们发现。从一路进来就发现那个正前方那个路口好像，因为我们刚开进来的时候车就一直不敢开进来，因为他门口那边有一个位，那个是巷子，可是后来我就看到我们的工程车莫名其妙又左转，对，现在通了，对，现在开哪？因为我开进来的时候，后面很多车还扒我，想要说你死巷干嘛，大家都一直开进来，然后开进来就车子不见了，
啊，好的，好的，左转的，这个九十度的大左转弯，对，因为本来好像就是一个那个，以前是违建，把整个路封，对对，后来违建拆了，然后其实就是可以左转，可是里面是某一个寺庙里面的后面，所以它拆掉很久了吗？我想拆一走，差不多一年多快两年了，所以它这一两年有什么改变吗？没有，没有，没有用啊。会像就是会比较不顺啊，或者对对对对，所以这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应该说这个，因为我们的剧团在这边时间已经很长了哈，所以可能在之前，也许这个在他拆迁之前哈，可能我们在经营上面来说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因为吴伟像他有点意思，就是说他好像到发展到一个地方，好像就尽头了，你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再去延伸，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呢，也许我们讲说，可能在之前，可能也许我们在发展上整个剧团的发展上，可能觉得在推动要怎么样再让它更进一步呢？要怎么样让更多人能够接受呢？可能这个部分会觉得比较辛苦一点点。但是我相信哦，从这个道路开通以后，应该目前慢慢又走出更多新的这个道路出来。对啊，所以有这么大的剧，没有错，对对对对对。对啊，但老师你刚刚进来讲说，对啊，我们刚刚发现这个门也对镜子，可是我发现我们一个小拉门，对，可以拉起来，小拉门。可以拉起来，很方便啊，那是不是就好了？就避开啦，其实不会见到镜子。对对，其实一般在设计上面来说，我们会特别注意，就是说，通常大门进来，我们不希望直接看到镜子。也许我们绕过来，过了门的范围之后，我才看得到镜子的话，那它的问题就可以顺利解决。但是这个拉到这边还不够，还不够。拉帘巧妙设置，更大用途在后头。神秘催眠符咒，自己就可动手做。哎，等一下，可是我发现很奇怪的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啊？在我的解读，它叫反正都有。哦，它戴在身上嘛。通常大门进来，我们不希望直接看到镜子。也许我们绕过来，过了门的范围之后，我才看得到镜子的话，那它的问题就可以顺利解决。但是。这个拉到这边还不够，还不够，继续。我们这边还有一半，不用，哎，不用拉到那么过去啊。挖壁啊！哎，这里挖壁啦！哎，那个，哎，那个，你在也还花一笔关心呢？经费很有限。哦，是这样子的。没有，维持不久啊！你平常一定要就开到这儿吧？对对对，我们抬头看一下上面呢，其实发现一个柱子。那因为我们的形状把它隔起来之后呢，有点变成好像这个是一个房间嘛。对对对。那变成我的这个柱子从房间的中间穿了进来。那一般来说，我们当我们进出的这个通道被这个梁柱穿进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古代把进出的这个通道当成这个门是代表嘴巴。嗯。那么这个常常呢，就像我们吃饭的筷子一样。以前的这个小朋友，大家都会可能这个爷爷奶奶都会跟他讲哦，你吃饭的时候嘴巴好，那筷子不要含在嘴里头，因为有点直的这样。阿公好像想像恐吓孙子哎，对啊，哎妈，恐吓吗？哎妈哎，你听完他是不是恐吓？他是说孙的呀，金孙，你卖安尼啦，你食冻完哦，卖安尼叉的嘴巴，你穿过后脑勺呗。有点夸张，有点穿过后脑勺，谁敢吃那个冻完呢？这样子是不好的，对对对，意思就是他们又是靠嘴巴吃饭，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对他们影响会更大，对对对，因为一般来说，因为整个剧团经营是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我们要把它汇集在一起，对，那怎么样把大家的个我们讲说，各方面的才能能够表现得最好，而且呢，彼此之间又不会有心结，那这个时候难调啊，对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柱子穿进来的时候，就变问题就变比较大了，哦，所以把柱子敲掉就好了嘛，其实。对，可能会拉掉，其实不能这样，但是如果他把它拉过来，哎，刚好过这个梁柱，刚好过，就避过哦，不要让它变穿心上，对对对对对，不要让它是感觉是门口到旁边来了，对对对对对对，刚好，要不然它这样会变穿心上，哦，这样，然后那边其实是我可以比较接近到底端的位置，没有关系了。对，因为底端的位置，它虽然那边梁柱有穿线，可是因为我们还有预留一些，它将来方便人来的时候，我还可以把它隔起来。所以我通常一般
是会建议它大概遮住超过帘的位置啊，那个梁柱的位置就 OK。好，所以在我们这个九月演出之前呢，通通这个门不准动啊。就对了。对。因为你这样也是不方便，如果警察一进来临检，你可能为什么要这样临检啊？我们排练，你讲这干嘛要临检啊？很大，这就是打麻将。怕你太吵了啦。神奇的拉帘竟然把门口的两种煞气通通化解光光。如果你家也有进罩门或是穿心煞的问题，除了做玄关，不妨也装拉帘化解哦。当然我们一般来说，第一个进到一个房子里头，首先第一个公共范围里头的明财位是最重要的咯。那因此大门进来看斜对角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明财位。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有啦，财位好忙哎，你不把自己都是有多少男老师自己哎，你怎么看得出六算对了？真的吗？我们吴道老师国父哎，不是，这是我们吴道男老师的铜像，他做的有点高哦。比例不太，比例有拉长。这个是有给布的，这个是我们这个几个弟子啊，六个弟子，每个真正的遗传弟子，每个人才有一座，每个人才有一座师傅送的。哦，对，那这个秋吉在追螳螂是什么螳螂？应该跟钱有关系。哦，没有，以前那个是叫东司啊。他们叫东司，对对对对，其实它上面有很多的，包括丝瓜。那其实呢，以前讲叫瓜蝶绵绵，那象征哎，我们除了这个，我们讲子子孙孙，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我们讲可能这包括这个所谓的哎师徒啊，哎对啊弟子啊，然后能够绵绵不断下去这样子。嗯，那这个水晶洞啊，这个钟馗有没有什么问题？那现在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好，当我们进来到这个所谓的明财位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明财位必须双臂张开，能够环抱这个财，所以呢，在这个范围里头呢，不能开门，不能开窗，不能装镜子。而且你上面也有梁柱的。对对对对，那因为我们必须讲说，它双臂张开范围里头，那我们知道镜子是反射，对不对？就跟打太极拳一样，进到这个地方来，以前镜子就反射，又把它推出去。哎呀，所以有时候可能说买票我要给你钱，不要，你买票我给你钱了，不要，这样子啊，或者是那我们这样有没有办法化解？嗯，好，改善。首先第一个来说哈，我们会把镜子呢稍微在一个手背长的宽度里头，那么用东西，不管你用布啊，或者是哎，布挡起来就对对，把它稍微遮起来，就 OK 了。但是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哎，这边有这个黄水晶的这个晶洞。那大家都知道，晶洞其实最主要什么呢？就是要加强这个气场的收纳。对。所以一般来说，第一个当然这个晶洞要朝着门口的方向。哦。哎，是要挪一下，谢谢。其实我记得我第一天来哎，我来观察的时候，对对对，这张照片好像刚好完全把它遮起来。本来是在这边的，本来是在这边。大家在动，有小朋友来，他们玩一玩。这样不是有靠山吗？其实对，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可是因为我晶洞最主要是要聚财的，那就好像我的嘴巴，我是可以收纳我要吃东西，那。这个晶洞有多大，代表能够装多少？可是你先把嘴巴捂起来，当然这个东西就进不来了。对，所以应该你那天有大概提醒了一下，他们对对对对对，卖票所以不能多开。但是那像这里有可以吗？但是可以。但这一尊哦，钟馗对，放在财位上其实没有什么没有关系。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放这边也没关系吧？也没关系。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应该是上面的冷气。对对对，因为你看梁刚好压在财位上，而且我们的冷气呢，刚好也是向外吹出去。那其实冷气的部分，我只要稍微移动位置，不要放在财位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管子拉长一点啊，对对，这个稍微拉白一点。就是把管子加长一个位置，其实还好啦。对，又要先花钱，要好财位，要先花钱，花小钱，花小钱赚大钱。对，讲得好。因为重要的是，不只是一个剧团，不只是演员很辛苦，其实行政人员也很辛苦，对哦，办公室要跳卖票的，对不对？办公室请进，请进。观众朋友，你家的财位也压梁压冷气吗？没关系，只要摆放晶洞就能够聚气顶梁煞，而如果有镜照也尽量要贴起来哦。行政办公室，行政办公室呢就是我左手边这一间啊，刚好这边是我们合作的这个另外一个剧团的这个办公室，对，秀清姐，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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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要搬去了啦。也是国宝啦，是也是国宝，所以国宝都在一起啦。是啊，这里有问题吗？但是我们要进去之前，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进办公室。那办公室来说的话，阳宅里头有我们讲三大要素，是啊，一个叫门，门，一个主卧室啊，那可能就是房间。那么当然最主要的，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它里面会有厨房。但是我们一般来讲门的时候呢，会尽量避免说门有相对，那有对到，其实我们讲会有影响，但是互切影响更大。有一点点钱，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点，大概以地上这一块，对，那么它的门边到这个位置，四分之一有，对，刚好切进来，它差不多接近一块。那这样子切的话，到底是谁吃谁？其实我们一般来说，当然，你这样讲，不是对哪一边的影响比较大，好不好？我们讲这样好不好？那依照他现在这个状况的话，他到底是要该？因为我们的地方大，它是这一间而已，所以我们。吃大量，把它吃掉就对了。不是，但是有时候常常讲说，因为我们讲说办公室里头，因为有不同的房间的时候，可能往往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什么时候里面突然间跑出人来。有道理，对，有道理。你是说秀清姐会突然冒出来？不是啊，就是说他们有没有进去上班，今天有没有人来，我们不知道。对，那有时候可能会互相出来，刚好被吓到，你有来哦，会这样子，没错。对，那如果有这样状况，怎么样化解呢？先叮咚，我来了，是来之前传个简讯嘛。其实发个 line 嘛。一般来说，我们会在互切的位置上面哈，那么悬挂所谓的六地钱。对。好，那我接下来就看这个六地钱。好，所以就办公室，三位就是办公室，行政人员办公室就是办公室。他办公室我第一次看到是。除了这个以外啊，这有挑的还不错。对，你看有箫有炉有炉，有箫有有葫芦，有海报，有山水画，有山水画，大天龙。好，可是这个办公室一看就非常的清楚，说他们一定懂风水。对，因为办公室不会把桌子这样子放。对，然后还有箫啊，真的厉害哦。其实首先第一个，因为你看到他放了三张桌子哦，因为我们这后上面呢，你会发现他这一整片，尤其这个梁直接切下来，对，所以呢，他因为担心如果这样做的时候，第一个我可能会被压到，所以呢，他可能就把它改成这个样子。那第二个，它虽然稍微绕手一点点，但是我们讲生龙开口金银万斗，好，虽然稍微绕手一点点呢，但是还是 OK 的。但是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可能就尽量人坐的位置避开梁切下来的。那也有金百消了。那这一定就是，对。那一般的这个风水的话呢，大概比较少用到消这个东西。那但是密宗的风水，它习惯用这个所谓的消，因为跟消失的消有相同的含义在。那如果贴哈利波特的消失的密室在上面可以吗？比较特别，但是第二个来说就是葫芦哈，因为在中国认为说葫芦呢其实有几个功能，一个是收妖，一个是收病气，万一如果真的切到会有不舒服的话，葫芦它就有这个收纳病气的功能存在。但是如果真的这个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一个整个梁柱这样切下来的话，其实最好的方向还是把整个桌面转过来朝正面的方向，每个人动线就会变得非常的顺。最后一个后面是窗户，这个比较简单，我只要遮下半片的这个窗户，拉下遮掉。对，我只要把这个拉下来，拉半片就 OK。然后我这样就是大家一二三这样子。对，因为里面一定有比较资深的嘛。那通常观众朋友要记得，资深的这个要放在后面。对呀。那么这个水果要放哪？没有了，这还会加花的，这是我偶不是高独身法，不是，这是我偶尔来玩的时候坐那边打电话，所以你就是那位水果对，没礼貌，这个就是随便放了，反正我们是临时来玩的，真的不重要，没有关系，坐不久嘛，他们真正办公的人才会一直坐一直坐，对，影响力比较大，所以老师你会建议他们就是直接靠墙壁，然后让这个左边开口就对了，对，其实那个是应该是最好，因为目前如果说转过来的时候呢，大概我们就先不讲。最后一个，至少前面的两个位置都会变成第一好。对，真的，要不然你看，做最里面那个，
如果有金哥坐在这里，对呀、啊，他要上出来上厕所的时候，对，那不好意思，让金哥借过一下，啊，你胸膛在那边，对，去不去？肚子很容易碰到桌子啊，对，对不舒服，人尿跟便秘都不好。对啊，或是你刚好上网再买别的东西，就被你看到了。真的，嗯，我通常不会做这个事情，我只会上。不是，没有，公益网站，公益网站。那团长你是坐哪一个位置？另外还有办公室，还有办公室。Excuse me， 团长哎，我以为团长不是就是要带领着大家一起打拼吗？不是就大家坐在一起？对呀，那今天比较小，三个小女生。团长一定要自己一个空间。行政人员三人，团长一人。哦，所以团长自己的办公室是谁？对，没有跟。我们另外有演员给他设一个临时办公桌，就演员来要万一要打电脑什么都来。好，那我们就不要团长室了。团长。这间办公室以动线考量，最好的摆放方式是将办公桌转向，即使最后面的主位压凉，也有萧何葫芦来做化解。而接下来团长办公室的恶风水将让它倒大霉了。这是团长的办公室。什么样的恐怖煞气让守正不甘置信呢？绝无仅有招财法，年年月月都长红。先包一个谁好？哦，就那个过年的时候。对，长红包出来。我们要把。这是团长的办公室。团长室，上面这个梁哈。要爱吗？勤俭刻苦的团长办公室。团长，你老实跟我说。你老实跟我说，这双高跟鞋哪里来的？这个旧金山买的。那这个好了，重点不是鞋子啊。这个穿演员的一些鞋放这边吧。某位女演员，某好多位女演员，怎么样？没有，我是说鞋子放在这边啦。对。哎，等一下，可是我发现很奇怪的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人家送的一个那个，本来是放身上的啦。啊，后来我就想说，因为这个在我的解读，它叫反正都有。哦，反正都有，有正经也有，应该是月月有吧？应该是团长刚才讲的意思啊，就是哎，你反过来正面看、反面看都是有的意思。都有什么？反正就是都有哎，没有他，因为他带在身上嘛，比如说我这样放比较名片，哎，那个皮夹、啊、钱包啊，那钱放在一起，对对对，反正都有钱，对，那就可以随身携带。那可以自己写吗？所以可以啊，可以。所以你还不能跟账单放在一起，账单有账单，对啊，到底有什么真的不晓得？你会不会就莫名其妙就有了？真的吗？那要贴在肚子上，反正都有。不过一般以前他们是这样，就是我们因为跟钱放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其实对于这个，甚至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可能保险箱啊、财库啊，那放的话，那都有这个意思存在。没想到国宝级的剧团身材方式也跟一般人不一样，观众朋友也可以拿红纸写反正都有，接着放在财位或皮夹，靠着吸引力法则，让你反正都有钱哦。因为他那张贴再大张也没有用啊，他这脸有多大一只啊？对，其实很穿心哎。有没有就是住在这间办公室发生让你垂心肝的事情？真的有点难过的。天天都有吧，每天看这些行政就天天都有，所以难怪。你的座位是哪一个？难怪什么？这个怎么有这么大一球？这一个老师，这个是这个，这个，对，这个，对。哇，那后面又扛着大梁，又扛大，他又在扛大。你的座位如果是在那，应该还没什么太大问题吧？其实本来是窗户嘛，把它弄掉了。哦，对，就在那个生肖坐向什么建议我坐这边。哦，这样子。对。那你有一直不断的靠在墙壁上吗？没有，我特别避开它，所以这边距离比较大。哦，了解。所以它打开就只能这样，然后想办法钻进去。贴着肚子在坐。没有，他就是要坐进去之前头要先试哪个。那个位置是我们的有一个就是平常不进团的负责我们的业务的专门带业务的人，所以说让他这边比较
那他都不进来，他干嘛给他？有时候就他经常在，通常在外面，有时候、有时候还会进来吹个冷气之类的。那不要在这里。所以这两个位置哪个比较好？所以这个比较好，这个位置。至少他这样讲到医生效的关系。当然基本上来说，我们有时候会依照这个随着生肖选择适合的方位。但是因为我们毕竟哈、办公室或者是呢，通常有时候老板他可能他适合方位，也许啦，你个人真的适合在前面，可是我们还是会把它设定，就说你老板应该就是要坐，因为在后面。对对对，因为你换个角度来说，如果今天人家进来，我当然是从前面的人开始问哦。那尤其老板要是坐在前面，那我干嘛还去后面问行政问别人呢？对。对啊，他就是会走进来说，哎，不好意思，请问厕所在哪里？啊、不好意思，我是团长。哦，团长，所以他才把这个团长室有没有放在这里？你说团长不能开冷气，对啊。可是这边是为吴兆南老师虚设一席哦，如果是这样考大，如果是这样就 OK 啦。对，要不然的话，如要反要是反过来的话，我们想说有一句话，闽南语叫“好定敢共情”。我要当校长，我还要兼壮中，我什么大大小事都要看。可是好，老师，就你刚刚的这个讲法，就是他留一个位置给吴兆南大师，可是因为他长期也不在台湾处理事务的，也是台湾，对对对对，所以还是得要留这个好的位置吗？还是说他可以就是坐在这里？其实一般来说，如果这个位置的坐的人常都不在的话，我们一般其实是可以，应该照理是可以换过的。对，还是要常常坐。哪里打扫什么都是我。对，而且我觉得你怎么了？怎么他不常回来就算了，你知道？还放了一个仙人掌在挡煞气，所以可能就是放那个他一直回不来。就是放那个，他又不放椅子上，他怎么不能回来坐？他想说防小人。有用吗？对，防小人。可是一般其实我们为什么不太建议就是办公室里头放仙人掌？如果我在我家的书桌上我摆放，当然就别人也不会知道了哈。可是我如果在办公室摆放，每个人经过都知道，哎，你要防谁啊？对不对？对不对？不好意思哦，就这边就只有两个桌子，对啊，还要防谁？要防小人，你是不是在防你吗？还是要说吗？对呀、啊，这个没有写。桌上，真好吗？我是什么都不用。有，他的好小猪哦，有啊，不是，旁边还有草莓。那是什么？什么啦？那边他们嫌太小，然后换了大的，把小的丢我桌上。怎么回事嘛？这个，我想走卡哇伊路线。我就别放了吧，就你们两个互动要多到什么时候？而且我常讲，为什么它不适合放在办公室里头？因为有时候除了我们讲太明显以外，第二个重点是，其实它是圆的，大概你看到50%，可能可能房外面有点刺向外面，可是不要忘记50%还是刺向自己。对，当你指着别人的时候，别忘了40%都是指着自己啊。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可能不太建议就是放的。如果你真的要放的话，我们民间里头用这个所谓七星彩八卦，放在抽屉里头的第一个桌地，这个抽屉里头，好，左边的这边，那通常你放进去朝着正前方，可以保护主人不受别人，比较不会被人家欺负的。这个呢？大卫，对啊，你解释一下。这个说起来就是有点意外了。对，这其实，在我在北京的时候，一个那个密宗的，他应该讲是拆西藏铁路的时候，拆掉很多庙建的时候，所以那家专门是卖密宗这些法器啊，包括什么的。那当然我自己其实有一点点的这个能够感觉到了，所以他在很多里面我挑了这一尊，其实买的时候只是为了说是一个半装饰一样，结果回来然后有我们之前大家有一开始有风水老师看过，哇，这个是本身他是不包括他后面的印记啊，还有他感觉到他说你这个要供起来不能乱放。我们一开始其实把它就是放在就刚才装饰那个地方当装饰品，直到那个风水老师来看，你这个就像随便乱放，这样不好吧？所以他就是说，要供起来，不能随便乱放。对，那个就是他是有感应的，他一进来他还没有看到，他就吓了一跳。这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力量，不能乱放，但他放了两下。对啊，所以他是十一面观音。
就是摆放在这边可不可以呢？我们当然是摆放在家里头。他第一个想法里头，因为我们的房子的正面是在这边，对，所以他会往屋前看。对，那当然，如果正常情况往屋前看是对的。嗯，那往屋的侧面来看的话，是因为看不出去的时候，我只好往左右看。嗯，那但是如果依照摆放来说的话，放在梁下可能会比较不是那么合适，因为梁毕竟我们就像我们人做的一样，那你人扛在梁下扛的就比较辛苦。他帮我都扛了，扛多一点也是应该。其实他没良心，真是。其实你把那两张照片贴上去，他就好了啦，他就好了，他有发生的。其实它比较好看，那你有建议放的地方吗？其实一般来说，如果我还是要朝屋前放的时候，以前的做法里头呢是会把沿着这个梁柱，那么封下来之后，再往前挪一点点。没错，没错。那真的没有办法往屋前的话，那我们也不想在这边把它封起来，通常就是改为其次，往左右的方向来摆放，就是 OK 了。那它这个挪需要也是一样，是等清晨时间。一般来说挪的话，通常第一个我们要看日子，那么适合安神的日子啊，那这个或者所谓的我们可能所谓移动的一个时间。第二个可能要注意上面所有摆放的东西，包含因为它这个是一般的柜子，不是我们单纯的，对对对，所以就要特别注意里面摆放的这个东西。里面摆设里面全部都是跟它有关的，香啊，香啊，对，都没有带闸，对啊，然后一些烟壶进的那种烟呢，对。其实如果只是单纯这样的话，其实是还好。但是呢，观众朋友，首先第一个就是，当你不是正式的佛桌的时候，第一个上下方开的这个门里面，不可以，大家注意就是要轻开轻关。哦，对对对对，不可以。有像有的人就棒棒，是我们这个很严重，这个应该就会掉了，这个就晃。对，所以这个我们都很轻，不然老大会摔跤。对对对，因为一般的佛龛做的都比较厚实，比较重。对对对对对，开关的时候不会有影响。嗯，对对对，可以轻一点，没有放石，有很多宝物哦。盐的那个碎片啊，就是我们会有供的那种盐。那比方说我们出外演出，常常会去外面嘛，就可以晋升。对，这个是什么啊？前面还有一包，你前面还有一个鞭炮。哦，就那个过年的时候放的鞭炮。对，长虹起来。就是都扫回来。我们要把长虹的红炮全部往内扫，扫进来，把钱财全部带进来。有这样哦。嗯。就是放完鞭炮之后的那一些对血血哦，其实那我们都很讲究，这就是满地红，没有任何其他颜色，全是红的。其实以前的人他们在这个我们讲说，可能过年期间不管放鞭炮还是扫地，他都有要求由外往内扫，没错没错，那象征当然财富扫到往里面扫进来。那这不是一年就会放一次吗？对对对对，换一次啊。那第二个是鞭炮，它基本上本来就是代表兴旺的意思，比如说像开幕开张，或者是我们有些比如说刚好逢年过节的特别的日子里头，那因此这个通常有我们可以把它收藏摆放，当然每一年其实再来做更换就可以了。我们还做对了，对不对？对对对对，太好了。我们第一次看过，第一次看到，厉害吧？怎么样？厉害，厉害啊！厉害厉害，票会卖完啊？其实现在有电子鞭炮，票会卖完吗？电子鞭炮，对，放的这样子，包包包，对面就放回去，对对，也就不用扫了。其实这个盐块也很棒，传统买环保鞭炮，还是传统盐块怎样？盐块也非常棒，因为我们这盐块盛着结成一包一包，在中国古代其实盐就等于钱币。在中国古代，凡是盗人，我们讲古代带盗取官盐的话，哦，是要那因为那个是属于盐是政府专卖，对，盐是盐铁酒都专卖。对对对对对，学过，开玩笑，对对对。哎，感觉你想把这边拿走哈？对，给他点。他不小心拿去丢了，你可不可以自己去买一个赶紧封了？好怕，好怕，那个声音我会怕。有关办公桌配置，无论如何，主管的座位都要在最后面，才能够鞭策员工向前。而摆仙人掌防小人，觉得太招摇的话，可以在龙边的第一个抽屉放麒麟彩八卦，也有相同的功效。另外，神桌应先考虑压梁，再做其他摆放哦。好，那我们要看一下厨房，因为厨房也很重要，财位也有关系。对对对对，看了，每个小小的厨房，没有厨房，哎，这边请，这边请。哎，这个厨房还不小嘞，刚刚谁说小？哎，这边蛮大的，还可以，还可以。那这个是通哪里啊？
通外面的一个洗衣间，然后再通外面走道最外面。那有逃生门，有逃生门，对，哦，所以完全这是一个后门，可以到外面。对。简单的说，就是房子跟房子间的防火巷，可以防火巷。你们把防火巷拿起来当什么？不知道防火巷进来过来这边是？你好像真的不是防火巷啊，不是吗？我觉得有点像，可以走的。我们的防火巷对不对？防火巷嘛，这好像是有点像。累哦，那你防火巷还堆那么多东西，因为有可能就是以前他们就增建，对这样的建筑就没有办法。但是老师那边有个门，这还有一个后门，那还有一个后门，这门通哪里？后面的防火巷，没有，那边就是放瓦斯，那瓦斯而已，那是真的防火巷，对，就真正的。是这个厨房对他们的财务上或各方面有帮助吗？其实我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在这个厨房啊，那你。漏财最大元凶竟然败在厨房。我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对他们的财务上或各方面有帮助吗？其实我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在这个厨房啊。那你什么？对啊，因为我们首先第一个想好厨房，第一个我们讲厨房就是水的财库，财库里头讲什么呢？财水。那当然里面的这个水往哪个方向流就变得很重要。是。那么水不可以朝外面的门流出去，它朝后面啊。你看，这水可是朝防火巷流出去的一个走道啊。其实水流，对，对啊，是朝外面。对对对，其实当然不管它朝前面的这个门出去，还是朝后面这个门出去，当然都是代表往外流。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其实很简单啊，这个只要花一个最简单的功夫，找一个人呢，把他水管稍微牵到正中央，往正前方流出流过来，就没有问题了。刚好没有用啊，换一个单槽的，让他往正前方。对对，只要往。来，对 ，OK，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再来一次，对啊，这个可以啊，就是。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开水，然后洗碗也洗澡，然后就想到一碗怎么都没有水嘛，对不对？放在床上，对啊，怪怪的，一直在身上，把身上喷起来嘛，这样可以了，这样可以了，对对对，可以，好，找到方法了，老师，谢谢。对对对，这是最简单的化解方式。但是第二个问题比较难化解，你会发现现在这边呢可能是一道门，再往前推出去其实外面还有门，对不对？还有三个门哦，对，连续通，当你三个门连续通的时候就叫三门通，三门通主漏财，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哇，怎么办？连通的门一直连通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漏财的情形。好，那当然基本上就是，也许我可能也许有赚到钱，可是开销相对的会变大，你就变左手进右手出，从前面进来，从后面看直接窗户出去，窗户出去了。对对对对，三门通，那要怎么办呢？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有化解的方式。当然我们最常见到这个所谓的玄关的一个隔法哈，那么也就是依照我们目前的这个柜子拉平之后，只要能够可以超过我们的这个门方向，然后让前面的门跟后面的这个窗一直拉直线，不会真直通，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解。那就把这个柜子翻一转过来就好了。对，其实柜子转方向就 OK。挡得住。转过来就好。对，那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化解方式，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呢，你有没有发现，当我站在这个外面这个门的时候，我的瓦斯炉就刚好被目前的柜子挡起来了。开门见灶，对，就没有开门见灶。对，第三个问题就是开门见灶。当我们开门见灶的时候，灶其实就是古代所谓财库。你看它上面吃的就知道最近的状况如何。那当我直接后面的状况，当你直接一眼就看到的时候呢，就有点像口袋，就直接翻开给你看，你看，哦，对，那有点财库就歪了。旁边灶旁边有窗户，那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比较。比较麻烦，对，这个就比较麻烦，因为我们这个只要把柜子只要转一个方向，可以同时挡住整个穿透，又可以挡住，让它看不到瓦斯炉。可是当我们旁边的这个窗户窗台的部分，观众朋友要记得，窗台的高度呢，不可以跟我们的炉灶
差不多一样高，至少要高过超过一个手掌的高度。那其实这个用比较科学角度去想啊，当外面我们在煮什么红豆绿豆小火在煮的时候，风太对窗户太低，风这样吹，你火很容易就熄掉。其实用科学角度来讲，安全性是有问题的，那就得隔木板啦，对不对？隔起来啊，或者是窗户全部都不能开。对，这样其实真的是比较科学的一种说法，对对，容易危险嘛。对，那其实那个部分呢，我们也可以把怎么样，把这个木板隔起来，对对对，都没有那个。刚刚那板子，来给我，刚好嘛，直接遮板子，把它遮起来，遮起来是吧？你不觉得会潮了吗？这样就好了，对，不错耶，这样就好了，这个不错，这个不错。步步惊喜之无门真烦传啊！对呀，马上我们九月要演出了，第一场是在新竹，是不是？对对对对，我们从新竹开始，从新竹开始开跑，哦，所以再来是新竹嘉义，嘉义，然后到嘉义，都是六日，对不对？对对对，五六日，五六都是 weekend， 大家都可以一起去啊。中山堂、台中，然后最后回到台北收尾。对， okay， 对，所以其实这一次不只是相声而已，他的那个更广了，台剧、古装喜剧、京剧，所以把大家喜欢看的艺术全部都集结在一起。九十大寿，而且这次张千姐也有来，对，没错，还有海波老师，还有冠群哥。对，那这票要去哪里买嘞？哎，请这样，两厅院售票系统或上02-2391-4599。爱你啊，谢谢你们了，谢谢，大欢迎大会，场场爆满，一定要谢谢那个吴大师，改过以后第一买啊，对，祝吴大师九十大寿生日快乐，有空也可以来，你的对，一定要来，好啊，直接来客串，可以上台，上台啊，就打你们刚那个，谢谢，谢谢。水疑难杂症困扰你很久了吗？欢迎你在粉丝团分享相关问题，或是到纬来官网报名看风水，我们将会为你改善。后阳台闹脾气，尽量小孩不对盘。我的问题呢，出现在后阳台的话，代表说除了你跟子女之外，子女之间也会容易不和。我希望三个以上，像我们比较高的，也要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希望我们高的人就要多生几个，没有啊，是连累国家吗？你看我们在偷跑国民，我没有那个意思，没有那个。